哎呦，这你家孩子？不是，朋友家的。看这孩子瞧我的表情，我还以为是你儿子，替他爸在这审视第三者呢。真贫，坐。那我坐哪？你就坐孩子身边呗，一会儿我妈就到了，你们俩面对面好聊天。行。认识一下，我是你桂小阿姨的大学同学，同年级不同系，秦朗。我老婆是你桂小阿姨的铁杆闺蜜，这位放心了吧？你的离婚协议，我妈给我爸看了，我爸那边要给法务部先看看。协议倒是挺简单的，你妈几乎什么都不要，就是想要一个自由身。倒是你爸，严阵以待的，太不男人了。我爸就不想离。有钱的不想离，没钱的拼命要离。你妈给你找后爸了。我闭嘴，闭嘴。不好意思，秦律师，我来晚了。你跟陆晨偷偷生的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沈晶。奶奶好。你只告诉我结婚的事情，可没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情。多大的事儿啊，又不是我生的。真不是你生的。哎呀，我还在想我女儿本事大了，这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，还顺便套路了初恋，把孩子都给生了。你说话讲究点，孩子还在。亏得我有随身带红包的习惯，我那些老同学啊，孙子都一大堆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来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说谢谢，谢谢，真乖。真不是你生的。